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微微。Fancl 逛了一下，然后就买了一下它的这个套装。它这里边主要是有这几种，这个是就是它家的特色吧，就是叫粉状的美容液，就是它刚开始是粉状的，然后你给它按摩几下，它就变成液体，然后就会被皮肤吸收掉。我就是因为它这个特色产品才买的，然后它原价是14000，现在打特价是5900，所以就毫不犹豫的就入手了一个套装。然后这个还含有一个药用的美白，美容液，还有一个就是夏天用的美，就是胶状的，胶状就是像那个啫喱那种状的美容液。它这个夏天就比较热嘛，这个就是抹上会有凉爽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是这个是美容液，然后还有一个 UV 防晒霜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喷雾的那种，然后就是它有定妆的功能，然后你就是平常在外边的时候也可以喷在脸上用。就防止那个妆花了等等，然后还有保湿的功能。这个还送了3瓶面膜，然后就打开箱来看一下，这个盒子还挺精美的。然后它这是送了3片的面膜，使用方法也就是跟普通的一样，5到10分钟，然后用完之后也不用洗脸，就是把那个美容液按摩一下就好了。3片面膜，然后这有一些说明书，这个哈就是对照一下，这个它就是这个胶状的美容液。来试用一下，是这种感觉的啊，还没开封，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很清凉凉爽的这种感觉。这个呢就是这种喷雾，还粉色的，喷一下试试啊。它这个一般你这个都是要离稍微远一点哈，你比方说离这个位置喷，开始喷，不小心喷嘴上，你这得晃一晃啊，先喷一下，这试一下哈，先用手试一下啊，稍微离远一点，它这个刚开始打风。这样啊，就是挺滋润的那种感觉哈。现在特别是疫情期间，你如果在外边就是感觉皮肤比较干的话，我觉得用这个就比较好，因为也不用手来摸皮肤啊，这种就直接就喷在脸上就好。这样喷的时候就是最好闭上眼睛，不然它会进到眼睛里。这样喷，然后稍微按摩一下也是可以，不按也是可以的。有一种稍微有点清香，这还有一个小瓶子啊，那这个就是这个了，这个好少啊，这个就是那种。帕那个粉末状的美容液，你看这个是这样，然后有点像变魔术的那样，你看哈，这是粉末状的，然后摸摸摸，哎，就被吸收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啊，所以就买了，有点淡淡的清香，效果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药用的美白美容液，这个美容液也挺保，就是感觉挺保湿的。有点挺凉爽的感觉，就挺适合夏天的这个套装，我觉得就是这一个套装的组合，我觉得挺划算的。你看它有这个，就是都挺全的啊，啥都有了。这一套里边就是有乳液、防晒喷雾、面膜，就是旅游出去呀带着都特别方便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要把这个玻璃的给它拿掉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有一个扎孔的地方，然后给它盖紧，这样晃一晃。哎，它这个地方就会被扎一个孔，哇，太高级了。然后挤出来就是这样的。刚好我等一下要出去抹一下胳膊，觉得抹完之后皮肤立刻就显得特别白了，手也是。总之还是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套装，6000多块日元，就是也不是特别贵，合人民币现在特别划算，还不到300日元，然后就有这么一套哈，就觉得挺好的。因为出去办事啊什么的，你就。拿着这一盒就特别方便，别的都不用带了。然后，还有啊，就是他们家就是真的挺大方的，然后送了这么多小样儿，你看，然后也去了周边那个各个商店逛了一下。然后 Fancl 他就是给的小样儿特别多啊，这个是成野医生给的，你看就是有保湿的乳液，然后还有洗面奶，就是送了很多的这个小样儿，就是出去旅游啊或者是 camp 啊什么的，然后也可以，拿这些来抹。是特别的方便啊！好啦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啦，我们下一期分享再见，拜拜。